欢迎来到爸爸模拟器。请选择形象。一天你在家很无聊，你的爸爸妈妈去咖啡店当老板了，你选择。你选择了好好学习。尝一下甜不甜啊？一天你要去哪里？抖音暂停一下。吃了，尝一下甜不甜啊？你胡抖音暂停一下。你喜欢坐热气球上？你要跳热气球下，你已经 S 了，是否在医院抢救？你选择了是。抖音暂停一下。你要去咖啡厅吃苹果派。好，没吃了，尝一下甜不甜啊？暂停一下。你判断了错，给他差评了。尝一下甜品啊。现在你要去你买的新宿舍。暂停一下。在宿舍休息了一个小时，然后你的爸爸妈妈来了。好，没吃了。爸爸妈妈给你买了汉服，你选择。